星期天，唤醒力量的祈祷。我和生命本源的爱是一体的。我不仅是肉体的存在，真正的我的里面是爱的存在。我是灵性的存在，是至爱、至善、至美的显现。真正的我的存在，拥有无限的爱、无限的智慧、无限的光明。因为爱，我的心灵完全的自由，我能全然活出爱的生命与内涵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受苦，而是为了学习爱、奉献爱、传达爱。我是为了唤醒心中的爱，为了享受生命的丰足与美好而来的。我是具有丰富能力的人，我是丰富的存在。完美是我的另一个名字，我一点也不孤单，我也从未孤单，因为我和生命本源的爱是一体的，我和一切万物是一体的。从现象界来看，我虽然是肉体的存在，但是在实相的世界里，我是灵性的存在，是神圣完美的存在，是实相完全圆满的存在。我欣赏、感谢自己的神性，我也尊敬、礼拜别人的神性。我尊敬、礼赞别人，如同敬爱神一般。我的每一个呼吸都是神的呼吸。我时时不忘我是爱，我时时不忘与神性连结。现在，无限的喜悦已经流入我的里面，充满着我。无限的智慧已经流入我的里面，启发着我。无限的繁荣已经流入我的里面，引导着我。无限的爱在我心中辉耀闪亮，无限的智慧在我的里面绽放光明，无限的生命如活泉般从我的内在源源不绝的涌现，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，生龙活虎般的秘密涌现。现在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，向未来的一周完完全全的开启。